您会说母语吗？那是我们的一个文化。台湾本土语言出现严重世代断层。你好可怕，他发挥到他空旷。这个家里面的话，现在变成只有我一个人是讲客家话的。那我觉得这种衰退消失的速度太可怕。说我们要去消灭一个民族，不用一颗子弹就可以，就是去消灭他的语言。不当开不了口的世代，抢救凋零中的文化。我的母语消失中系列报道，我是喜顾雅外，请锁定华视新闻杂志。